不行。江城，你要去哪儿？不要回去。不要回去？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你让我不要回去，我爹娘的尸体还在莲花坞里，我不回去我能去哪儿啊？你回去能干什么？他们连江叔叔和于夫人都杀了，你回去就是死，死就死。你怕死可以滚，别挡我的路。江城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但是不是现在。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我早就受够你了，你快给我滚。江城，江城，江叔叔和于夫人说了，让我好好看顾好你。你给我闭嘴！好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救他们？你现在开心了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逞英雄。你看现在逞英雄，你开心了吗？高兴了吗？蓝忘机、金子轩他们死就死了，他们死关我们什么事？你让他们死就是了，你替他们出什么头？现在云梦被灭，我爹娘也没了，你开心了是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要我的爹娘，我的爹娘，还有我的师兄弟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莲花坞也没了。温公子，所有的屋子都搜查过了，清点出来的法宝有2400多件，正在归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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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时候就是应该大大庆贺一番了。我看今晚就在这儿设宴吧，物尽其用。恭喜温公子入主莲花坞。怎么能叫莲花坞呢？这儿已经改名字了，从今天起这儿就叫云梦监察寮。